你知道我生完小孩就产后大付出，对，你看现在就买这么多，准备一下，来，扫一下，扫一下。我以前可是林志玲呢，你看看，哇，你看看，这都是 on sale 买的，哇，这个不错吧？哎，这是限量包，没错，还是有花边的呢。是啊，哎呀，这个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记得好像在你的 closet 看过。哎，差不多 size 啊，只比这个大2公分。那就是不一样的。我告诉你，我那个里面那么多，就差这个。就差这一个，真的。可是我上次去你的 closet 打开，哇，差点打到我，这么多都嘟掉下来。你要不要亲一下？这个你就不知道。那一些衣服啊，可是我的宝贝啊！我每一天都告诉自己，我一定会瘦回来。穿那些衣服，你知道那已经放了10年了，我一定会瘦回以前的样子。10年了，对，我已经环岛小尖兵了。哎呀 ，Karen， 我以前是跟你一样，可是哦，我知道，走过的必留下痕迹，生过孩子的就做瘦不回来了。所以呢，自从我们新生命领养堂呢，每一年呢，为了要有一个帮助弟兄姐妹要参加退休会，然后就有一个云游会，还有压舍，所以呢，从那以后，我每次都清全部把它捐出去了。哇，就可以把它拿出来，然后可以捐出来，可以卖掉。对，现在就是好时机。我们下一次的压舍呢，是在6月8号早上7点钟开始，所以你现在就可以赶快把 closet 清清。这个也可以轻轻把那很多的东西轻轻，你可以挖出很多宝的啦。哦，那还不错哎。你们这个基督徒不错，真有爱心。感谢主。不错，这是很好的主意。对，这样好了，那天我就把东西拿去卖一卖好了。No，现在就要弄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同工要整理，所以你呢，现在赶快回家，就要把你的东西赶快整理，然后带到教会来，我们来整理，把它拿出去卖。6月8号，这很快就到了。拿去卖是没有问题，可是啊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是。这个卖的钱是怎么处理？哎呀，那个钱小 case 啊，当然不会进到我口袋啦。这一分一毫全部都用在我们即将8月份有一个退休会，所有的钱都放在那个基金里面，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。还有更好的是，那天还有圆游会，还有我们Morning大姐卖吃的哦，卖喝的哦，整个200最有名的Morning，是，哎呦，对，有很大，听到Morning都流口水，是，赶快，饮料可以喝吗？有，哎呦，那菜单马上就出来，那太感人，对，你一定要来，不好意思，因为生过小孩，头脑这个记忆力有问题，是你说是哪一天啊？6月8号早上7点钟开始。要早要快，所以我的东西要在6月8号以前就要交到教会。没错，以前就要交到。是以前，以前不要当天晚上 ，OK？ 我知道他们没听到。好，以前就要在。记得从现在开始。